咱的兵，演过星空庙的星。这是台湾的兵，演过星空庙的星。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各位唯心圣教，物续千秋，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大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中华民族917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中华民族秦朝东渡日本徐福真人以来124位天皇朱建龄，蚩尤后裔北移韩国以来202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继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汪蜀军民朱彦龄，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汪蜀朱彦龄。当下维新圣教法会坛上各福所恭受，堂上祖先以及各位个人冤亲债主，家中无缘住宿英灵及地基主，双法界三界万灵愿会软动诸灵众等，阿弥陀佛。我们在戊戌年的今天10月25日，也是阳历2018年的12月2日，也是我们法会已经将近十天来了。我们一心生活一供养每天一大早7点开始升坛，早贺、午供、晚供，供养香花果串、斋串等，由各分寺道场轮流来护坛。在今天，由屏东道场新花教室研究讲师和研办讲师，及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代表护坛，准备斋串来供养供养我们的各位列祖列宗诸祖灵，坛上诸祖灵诸圣灵众等，静心听闻经宝，心开意解顿悟无生华人。所以我们在这十天来，我们得到一个启示，今天早上王禅老祖慈悲开示我们，我们所恭受的地球195个国家所受农业工业杀害牺牲的汪蜀五阴杂裂愿会软动诸灵众等
啊，听经闻法，静心受纳我们的祭拜和供养，啊，都很多已经啊，这个心开意解，转生为人身人形，转化为人身，能够同享法宴，这个是世界和平，天灾永续，天文永续，五谷丰登的一个好前兆。我们值得啊庆幸的，这是王禅老祖的慈悲啊，传这个妙法啊，要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啊，大家要本着啊《易经》卦象六十四卦所开示的雷地义，雷雷地义卦就是众乐乐，名扬两界同超度，啊，我们很高兴，雷地义啊，在易道天机里面，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我们来到世间上，我们要有天地无我的心，我们要有名扬两界同关照，不分贫富贵贱啊，王侯将相宦夫走卒啊，也不分哪一个国度，凡是地球上的人类们，从灵魂界、空界，无论哪一个世界来到地球上，我们都依靠以圣法、妙法、佛法的真意来供养、来超度，名扬两利同关照。啊，这个只有王禅老祖的大爱带给我们所有的唯心贤士同学们正确的人生观，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我们都是从蓝天来，回去也是从蓝天回去，那就是要我们要追根溯源，本是天下一家亲，所以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学们，大家的修行是以整体的法界三界万灵为一心
啊为一体啊，所以一切我们比较有法缘，比较有福报，能够得到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瑶池金母、玉皇大帝啊，恭请王禅老祖导驾慈航，带着我们与中华文化道同，以《易经》名扬两界同超度的方式，在短短36年的时间，王禅老祖已经将这个妙法完完整整的开示了，所以才有这一句我们的灵山会记，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所以各位维新弟子同学们啊，这个是开始开经济灵山会记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修行的方向，任何人在世间上都在修行，有的以宗教的方式来修行，有的以个人以小我的独住其身啊来修行，有的以兼善天下来修行啊，有的以各种的忍辱来修行。所以法藏比丘在7000多年前啊，就是灵山一会万年灯，这个也是已经有10000年了。我们每个人的自性，阿弥陀佛的自性，弥陀自性，也已经是万年了，不是只有现在我们在座的所有贤士同学们啊，我们只有几岁，我们身上现在几十岁，事实上我们的灵性已经有10000年，所以10000年的心灯我们都是很茫然，10000年的心灯究竟所含的里面有多少的生命，人生的生命呢？这个是我们所要修行的，我们所要追求的。所以有这一句灵山一会万年灯，人人有个灵山塔，灵山塔呢就是我们的心啊，灵山塔下好修行哎，这个我们心所涵盖的你我之间，涵盖的所有的法界空间啊，都是好修行。灵山一会也是万年灯，灵山就是一座灯塔，比太阳的光还大，太阳的光在我们的心灵之中只是一个小小小点而已啊，这是每个人都是在用我们的心灯来相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要会这个灵，会这个山，灵山佛，山是佛，佛是山，如如不动的就是山啊，所以灵山一会万年灯，我们的心灯最起码有10000年了啦啊，那么你要找到10000年要哪里找？王禅老祖也已经开示了啊，四八大愿照光明，就是释迦牟尼佛他所开示的啊，阿弥陀佛
啊，他还没成就为阿弥陀佛的时候，啊，他呢为国王，啊，在世自在王如来，啊的引渡之下呢，啊，化愿，啊，四十八大愿，其中四十八大愿呢，就是要超度。啊，让他自己修行，修六波罗蜜，六度万恨，六度万恨啊！啊，就是正见，啊，那是八正道，啊，忍辱，啊，忍辱，然后。啊，就忍辱此戒布施智慧。好，再加来精进禅定，啊，这是六度万恨，等下叫做六波罗蜜。六度万恨，这是我们所说的数学的 x、y、z 六度空间。啊，其中开始要忍辱。我们来到世间上，一定要忍辱。为什么要忍辱？你每天受到风吹雨打，啊，受到环境的相抵触，受到空气的摩擦，啊，受到气候的失调，那么我们在世间上。一定会有很多很多无法接受的，但是这是自然法则，啊，这是要忍住。所以我一个名言，啊，就是阴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若人世多阴阳绝，何愁大地不相逢？就是因果循环的问题。啊，这个法则，所以我们在世间上，你会遇到很多很多很多的考验，所以我们一到来到世间来，啊，或是我们现在连坐上这么多的法界圣灵，啊，你们要来世间上，一定首先要先有忍辱。若是没有忍辱的心境的时候，那你要来世间投胎，啊，必定会被受淘汰。所以阿弥陀佛，法藏比丘就为所有的灵界，啊，来发这个愿，啊，也提醒大家，啊，你们在天上界要来投胎转世的时候。啊，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考验，所以释迦牟尼佛啊，告诉我们，啊，当你碰到世间有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如何降伏其心呢？降伏
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所发生的烦恼，其心。所以啊，就叫做叫我们要忍辱啊，才有寒山问拾得啊，问拾得说，若有人骂你啊，侮辱你啊，打你，欺负你，嘲笑你等等的时候，拾得问他你怎么办？石头，拾得嘞，啊，就笑一笑说，忍他，让他，不理他，再过三年，看他如何。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这个也就是佛陀释迦牟尼他所悟的真禅。忍他，让他，不理他，再过三年看他如何，就是看我们自己修自己的心。一般人很容易让人家说你两句你就跳起来，你就是要跟他拼啊，跟他打，跟他斗。拾得的时候开示的不是这样，而是你在修心，你去修好啊灵性，看你这有什么因果律，到底他讲这句话啊对你的影响是怎么样，你在心里去领会啊，心里去悟啊，去反观自照，再过三年看他如何，你才了解哦，他跟你的缘，要侮辱你，要骂你，笑你啊，那你会感恩啊，感恩再感恩。所以我们不要随随便便人家说你两句你就跳起来，没有用，嘿，那你就被戏弄了啦。所以法藏比丘啊，他呢就花了这个六度万恨这个第一个愿呢，也告诉我们所有的众生还有我们的灵性啊，法藏比丘他是代表我们每个人的心，来告诉自己啊，所以你要忍辱，忍他啊，他的侮辱你冷静下来啊，所以才有四千在世间啊韩信啊的这个例子啊，有英雄啊，韩信啊，他要去啊得名得利啊，这个老人呢，长者大仙啊，说你从你能膝下啊跪着过去嘛啊，韩信才忍住爬过去了，后来才大有成就。那趴下去跪着过去，那不是忍辱的问题，那你忍辱的再高一阶，你趴下来你就看心，眼睛看了自己的心哦，所以看到心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因缘来到世间上，人在天底下都是要学习忍辱啊，空气的对流啊，的环境的改变，风吹雨打啊，都在我们的身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忤逆、伤害、嘲笑等等，你一定要学习忍辱的精神。那回过来看自己的心能不能经得起考验，经得起考验的话，才是真正的人，才是真正的善之人，叫做上人的道理。祝福各位。学习台湾的民，愿我心中妙的学。
位维新贤士，各位双善之士，各位莲座上的所有圣灵，法藏比丘代表我们的心，我们的灵，说出心灵的话语，所以开始就先说出修行在世间上第一个条件就是要先忍辱。当我们有了这个身体的时候，身体会受伤害有如脱胎转世为动物灵，动物的时候也会被捕杀，会被追被打，被枪杀，以大欺小。所以今天早上我看到电视一个动物老虎去追鹿子其他动物，看了你看一般看到是很好玩，但是看了我们心里很疼换成我们是那一只斑马动物的时候，被老虎追了也跑不动，也不知道怎么跑，任由老虎利牙来咬它杀死咬死，多可怜啊。那这怎么办？那只有用忍辱，所以才有释迦牟尼的前身，佛陀的前身呢。他看到老虎就是饿了那在这个洞里面会死掉他一试就是投胎转世为这个其他的动物自己跳下去给这个小虎给他吃了，让他能活起来这个也是忍辱啊。所以我们灵性我们要升华我们若是这个不懂得这个道理那我们就很容易在里面的因果循环轮回曾经我们在看祭祀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他的身上全部都是被什么像什么咬到了，全身的淋巴一出生出来没有多久就开始淋巴淋巴呢所以药吃了一生都吃没有效。那时候我在大雄宝殿来问事，问我说老师他为什么这样药都吃无效这个就是因果律的问题。你前生杀人咬人，现在呢换人灵界也是会来视线在你身上，因果循环这位先生呢他就很惊讶怎么那么厉害，我现在五十几岁了将近五十也是快五十年身上都是长淋巴瘤，到处淋巴瘤，还好呢他很善良，脸上没有淋巴瘤，不然你身乎都是淋巴瘤一粒一粒的也不痛只有酸药效难治，这就是因果问题嘛。所以法藏比丘就告诉了我们人都有因果问题。那么这位先生，我说你这是因果问题，赶快速速去忏悔，求佛忏悔已经无药医了啦
好好念佛，好好念佛，阿弥陀佛，只有这样，没有第二条路。后来刚好跳上60岁的时候就死了。啊，他的家人来跟我说：“叔父，谢谢。”啊，他的爸爸啊，要走的时候还要我。要他们来感恩王禅老祖，给他最后要走这里一两年呢，好的，完完全全的没有恨，没有怨，啊，一心念佛，就放下了这个身躯，啊，然后呢，啊，自信回归，啊，自己的灵性的极乐净土回去了，啊，所以这个是忍辱，所以我们人。啊，所有莲座上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尤其呢，我们当下所超度的中华民族有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啊，还有啊917位天主帝王，啊，有的天主，有的帝王，啊，他们历劫来都在战争，发动战争。啊，打人杀人，爱心不够，啊，发动各种战争，杀人生命，啊，其中有一位啊某一代的皇帝，啊，那么他要上任，他只有7岁，啊，这7岁呢要登基，那么早上登基呢，那一天晚上。啊，他的堂哥，啊，就把他杀成2截，啊，结果篡位上去了。这种非常没有爱心的，啊，即使你登上啊王位，还是不久又被篡位，啊，又被杀死了。啊，所以我们在三宝寺。啊，在2006年的时候，啊，我们超度天主帝王，啊，917位圣灵，啊，所得到了很多很多的正道，啊，王禅老祖也慈悲的开示了，啊，一修忍辱，所以先开一劫。了解到每个人当下性已经为现在的人，或是已经死了，啊，你在灵魂界还在不满，还在冤，还在恨，还在厮杀，这个都是很不好的。人来世间上，在地球上，啊，为什么没有去领悟到呢？所以阿弥陀佛法藏比丘他就说出了啊六波罗蜜，就忍住，要忍住。所以我们今天超度了愿推转动诸灵啊，他们听懂了所有的经宝啊，那么当下性一句话他们已经有悟了，心开一劫悟了也很多了，所以我们很高兴，也相对的我们要以这个为案例，自我要好好的很修自己，修正自己啊，所以忍辱的事情啊，我希望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啊，除了我们自己要忍辱以外，也要叫他教导我们家里的孩子啊，亲友，你的弟子学生们要学习忍辱啊，恩怨情仇相互的欺凌啊，应该要化为相互成就。若是受到短暂的欺凌，我们也应该啊给予正确的啊观念啊，所以写老祖书真
开示我们要本着雷地狱，雷在大地上打雷，声音很强，大地上的所有的万生万物啊，有的这个雷声一来，它的根茎一动了，它就更加的活跃；有的树一受雷一打，它就劈了，就打开了。啊，再回想在十几年前，我们在云梦山，啊，云梦山呢要盖王禅老祖圣殿，上梁的时候，中间啊要有三个这个福禄寿三星啊，那老祖开示我们啊，这个福禄寿三星要用怎么做？树立福禄寿三星啊，在一定的时间一定要盖，要把它灌起来。那时候由圆道法师啊负责工程的建设啊督导啊督工啊，由嘞啊大陆营造厂啊这个赵长兴啊夫妇所承包，所承包了啊，这个时间一直赶，三更半夜也赶，赶到时间要到了啊，若是不上去，不安上去的话，那问题就大了啊，所以按照时间按上去了，才免于一些灾难。不然开始要动土，要破土，我在地上，大地上，这个云梦山八卦城王禅老祖殿的正中央，画了八卦的形状，八卦的方位，正是定上方位，啊，续山成像。啊，面向的三千里华北大平原，啊，天上啊云彩云四八方相辉映。那时候定好了，我就走了，啊，就下山了。下山了，开始过了十分钟左右，开始下冰雹。啊，冰雹一下来，在河南淇县，啊，郑州，啊，这个鹤壁等，这个冰雹像砖那么大的冰雹，劈下来，把这个树，啊，白杨树都劈裂了，啊，这个加油站，劈了21个加油站都倒掉了，上了多少车子，多少人？啊，所以这个老祖开示啊，云梦山八卦圣城王禅庙盖起来是要消灾化劫，为人类啊要消灾化劫啊，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人的忍辱啊，怎么样忍辱，时时都会遇到啊天不测风云啊，所以我们要修忍辱啊，不要说哎呀两句话你就跳起来啊，两句话你就要跟人家拼，拼永远没有结论，拼的永远是死了啊，永远是没有结果啊，所以恩怨情仇，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所以我常常听到啊，大的国家啊，这个领导者或是媒体制造啊恐惧啊，来欺骗众生，说要某某人、某某国家啊，要用飞弹来灭水，要用多少的什么来打水，要把它吞下来，这个是最没有智慧、最没有爱心的行为啊，这是很不好的
啊，你没有想到一句话啊，那螳螂在捕什么，后面就有一只鸡在后面等，那只鸡就代表天理啊。所以我们人想尽办法要来报复谁，想尽办法要来欺负谁的时候，你后面还有天理啊，啊，有天理耶，那你再怎么样你也抵不过天理耶。所以王禅老祖啊，开示我们释迦牟尼佛已经开示我们，而且阿弥陀佛在一万年前啊，就是要修成正果前啊，放弃国王的果位，国位了啊，他的就毅然出家，然后说出众生心里的话语，就是六波罗蜜的精进，安听过啊？那个法藏比丘，他在世间上，他曾经在世间上投胎有多少呢？有53世，才有53如来耶。你们可以到我们二楼啊，我们的维新博物院啊，我写了画了53如来的龙性，那都是每个人内在灵性的龙性，穿梭法界空间啊，到世间上走一趟啊，你要怎么来，要怎么回去，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啊，法藏比丘说出了啊，他53世啊，视为如来的时候，也说出了所有在世间上的人，凡是有机会接到啊这个法的人，都有53世在世间上修行，哎，就是53如来呀。哦，所以当你悟的时候，你会尊重、尊敬、珍惜自己的灵性啊！啊，所以自己的灵性是那么的庄严。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啊学习一时的忍辱呢？啊，随随便便两句话，你就要跳起来呢？啊，随随便便就用两句话要来伤害他人呢？啊，有的人看不惯他人啊，认为是你的教育理念啊头脑比别人清醒啊，结果呢你所知道的也是有限，所知道只有片面的事，所以才会发生很多不必要的相互伤害。那我们懂的话，就是要忍住，忍下来，忍一下，为平息任何一件事情，大家都是有缘人，何必要啊两句话就开始我要跟你拼？哈哈，所以在好多年前呐，啊，台湾与大陆之间啊，大陆之间的有一些糊涂的爱好的打架的。啊，这个俗话说将军呐，那是好一个假名虚名叫将军呐，说要用飞弹啊打台湾，啊把台湾灭掉。啊，那么台湾呢，啊有某一位大官呢，他说啊你要灭掉我，这个台湾也有飞弹，我要把你沿海全部灭掉。所以沿海全部灭。这些众生呢，就是怎么可以你们内陆的怎么说把大台湾惹火了，大家相互的打仗啊，结果所伤害的是谁啊？沿海的就先吃亏嘛。啊，那时候呢我们台湾这一位高官呢说，我们要忍耐，要忍住啊！我们不能出手
不能没有这个素养。台湾的人民是中华民族啊，那个优秀民族的代表在台湾呢，所以这个是当时是事实的社会问题，事实的世间问题，这个在应了佛阿弥陀佛啊，他所开示的，他就是说出众生有六波罗蜜啊，应该修波罗蜜，六度万恨啊，忍辱啊，所以我们做事业也一定要忍辱。现在面对了中美贸易战争，我们国内和台湾啊都受到中美贸易的冲击啊，内容是什么内容，我们也搞不清楚啊。但是一个天意，我们一定要自己装进自强，一定要忍住，先来反省啊，不要想尽办法要用报复，那样并没有解决问题。我们也希望要伤害人家的一方啊，也要有学习忍辱啊，学习啊反观自照，才能看出缺点啊，不然这个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到最后来又像啊大地农业出生出来的啊虫虫啊飞蛾啊一些蚊子啊蚊虫啊蝗虫，同样的性，同样的不好的行为啊，在那边啃来啃去，到最后来啊形成一群啊不好的众生啊，这就是有如今天我们早上所恭诵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里面所开示的。所以我们时时要自照、反观、反省啊，不要啊受世间的这一些烦恼啊，再自造烦恼来。我也在这里希望我们的愿会燃动诸灵文啊，你们的灵性啊，很高兴已经转化为人生的啊，就好好听懂，心开意解啊，顿悟无生华人，然后随佛往生啊，随佛啊回归到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那么就先到蓝天净土啊。这是我们唯心圣教所承担的天命啊，也是我们唯心圣教易经大学啊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啊共同应该有的大慈悲大悲愿啊。所以希望各位唯心弟子们啊冷静的深思啊，冷静的自我修行，然后能够感化感应天地神佛和法界众生，一概一律平等的给予同关照，则大家都能够啊成圣成贤成佛，了脱生死，以为本愿啊。祝福各位。